手枪弹药。实验记录，手枪弹药，I think we can squeeze under this. Give me a hand, Moira.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OK. Careful. Stand back. 好，往前推。啊，对。捡到了刀了哈，没有忘记覆盖记录了，不过也差不多，区别不大。Holy shit, it's gonna kill her! Come on, hurry! 好，补一下血。好，能帮两个人补的，如果两个人同时扫血的话，这点还是不错的。绿色药草，这边又有一个绿色药草，好，哦，到这里的话一下子掉帧掉到二十几帧。先走，后面已久了。两个人同时开门，莫伊拉这身服装也不错啊，感觉是把胸罩反穿在外面。Why would anyone do this? I can hear the wind out there. This must be the way out. But we need to find a way through. What kind of whack job? 哇，这里帧数掉得好厉害。掉下去。Well, that blows. 好，继续往前走。我感觉我得关掉一些东西，可能会好一点。那个。质高，标准标准，哎，这样。
看到最高等级感觉来去也不大，只要觉得够用就行了。然后 LT 的话是举枪， RT 是射击，我用的是手柄操作。然后 B 的话是快速避让，这个比较方便，不像以前启示录一代的话，它是要用摇杆来推的，就是用摇杆推，这点还是有点难。这边 IP 的话直接可以快速避让，哇，这个场景怎么是这样，可以快速跳下来。Keys over there. 我明明就避让了，大哥。为什么在录制的时候会有点那个呢？有点卡，让我来看一下。动态模糊关掉，这个比较占用力，半锯齿。清楚。好，这样就好多了。反正动态模糊也是会占用比较大的空间。莫伊拉这个角色的时候按一下 Y 就可以了，然后他可以给你找一些补给品，然后你用手电筒的话可以对他快速造成那个伤害。莫伊拉这招有时候是秒杀的，只要是怪在那个躲在那个怪是大一只状态的话，直接是秒掉的。我感觉莫伊拉有时候他用那种铁棍子比那个打起来还要厉害。被关在这里的，看一下。
不过他们手上好像没有手环。钱包也是没有，没有什么补给品可以拿的，应该走前面这条路。这个感觉有点像心灵杀手的游戏，就是用手电筒照的。哎呀呵，去死吧你！心灵杀手大家知道的，用手电筒照怪，然后怪会大影子出来。冷兵器对吧，都不用那个枪。哇，这里的场景真是好多了，这里有钥匙可以进去。看一下克莱尔这身衣服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哎，别动，来，对，来，这个身材。看一下莫伊拉，别走，别走。No, I really, really don't. Sorry, I don't do firearms. Not after what happened. I'm sorry. I forgot. 看一下什么东西。Maybe we can. 我一旦不要枪的话，子弹全给我，全给克莱尔。No, I'll just be on flashlight duty or something. It's fine.可以用它来那个照出那些隐藏的那个要素。这就是《生化危机启示录一》里面的那个那种 BSAA 的那个扫描装置吧，就是等于那个创世号。这里的话，把创世号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这只是他们公司的设计，哎，把它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了。用它来扫描那些东西。走，我还是没有武器的小女生在前面比较感觉有恐怖感一点，对吧？ You saw that, right? Yeah, I saw something.好，开门。感觉这个游戏是优化的问题，不像是电脑机能的问题。电脑机能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跑起来绰绰有余。但是为什么会卡顿呢？它是因为我估计是优化的问题。它有些场景的话非常高帧数。What? Who the fuck is quoting poetry? Are you afraid?You can tell me. Talk to me.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Those bracelets change color. 画面做的还是不错的，颗粒感很强。空气齿轮，我得去找到这个道具。哦，那这里武器零件可以搜集，什么电锯锁住了。
好，去另外一个地方调查一下。这里有个工具台，可以用来改造枪的，锁住了。好，按下 A 是快速跳下来。好，克莱尔，这是工具台，可以用来改造枪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改造的东西，没有，好像已经改造过了。哦，好，我这小丫头帮我找东西，这是我需要的。咱得去找那个，好，这个镜头不错吧。徽章就跟那个 BSA 徽章一样，哎，这里的帧数就很稳定。别害羞嘛，克莱尔，让我照你一下吧，照一下都可以。心灵杀手的手电筒能把僵尸照出硬直。我一粒子弹都不用了。感觉这边有点美墨那种系统。哎，按下 LS 就是左摇杆清一下，可以蹲下来，有点美国末日这种系统。佩戴的感应器能够测量肾上腺素和正肾上腺素的等级，并且计算出目标感受到的恐惧。原来这个手环是这种作用。以下是不同颜色代表的意义：绿色正常，橙色紧张，闪烁的颜色恐药，红色突变，
要是目标的感应器突然变成红色，就代表他们进入了突变阶段，立刻射杀。我靠，好，收集完咱就走。这里的箱子打不开，好，继续往前看一下。你妈的不听话。在你倒地的时候有大硬直，你忘记了僵尸先生。嗯哼，哦，我有油瓶了，好东西。跟感觉气氛做的还不错的这游戏，这款游戏如果是一个人玩的话就太棒了，他偏要设计成两个人，这样的话恐怖气氛就稍微降低了一点点了，我觉得还是一个人比较好。好了，拿到枪来了。走，咱往前。哎呦，大哥。我去，我去，这个怪对你的伤害好大。好，再往前看一下，哦，腐烂钥匙这里没有，看一下楼上是啥的，是不是来过了？果然还是有东西。这个场景我明显来过了哈，把那东西拿掉了我就可以走了。好路，嗯，对，走这条路下去。烂钥匙，咱应该走这条路。这个有一点点的载入画面，应该是下一个场景。好，然后捡完钥匙之后，那个地图上会显示一个绿色的箭头，绿色的箭头就是你要所到达的地方，你把钥匙所到达的区域。好，哎，好，我
玩家上，跟随玩家下，等待啊，好行。行，我得去找钥匙，把他救出来。哎，找个地方把机关开开。就这里。好。Are you kidding me? You kidding me?好，照一下东西。行，咱继续走。哦。这里其实给我给咱垫脚的机关了，这种小蜘蛛我设计在这儿一点威胁都没有，直线一下子就死掉了，我也弄不懂他为什么就要这样弄。这个地方不对啊，走不了啊。哦，应该是那里。保你。好，上来。这里有战斗，所以我们需要那个。Oh my god, are you okay? Yeah, that was almost a clear sandwich. Barry, tell everyone that story. Well, at least we got power. That should help. 快速跑过来就行。这是什么？最后一次。我勒个去！我勒个去！你屌！持续伤害。好的，我来了。现在可以下去往上走，有点生化危机，生化危机的跑酷系统在里面，生化危机6那个跑酷系统。Oh my god, are you okay? Yeah, that was almost a clear sandwich. Really, everyone, sorry. Well, at least we got power. Sure.感觉克莱尔的攻击力还没有那么莫瑞卡厉害，是为什么呢？
你妹，我弄死你。这里还不对，还不能过去。这里吗？这不是很多，是要下楼了啊！上楼吧，在楼上也知道。这个地方，再走这里。的第一章那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那就那个我看一下啊，这里技能设定，录制一款游戏《生化危机》，然后。Privacy, have you gotten there? Fucking Barry. 自动开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。好了，从这里爬上去。好的，我们要从这里过去啊，这里的话还是比较险的，下面好。